きなり YZ からのスタートで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1年の始まりはやっぱりサーキットから、はい、日々のスタイルでございます。今年はですね、もう D1 グランプリ一生懸命頑張る予定で、はい、予定組み込まれております。あとはちょっと S 帯に出るかな、はい、まあドリフトグリップ全力でバッチリ走り切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。今年の目標は結果を出す、何かシリーズチャンピオンを取る、これを目標として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。頑張るよ、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よ。Whoa!
走れて、うまくいって 99.8 現在トップ、2本目もう100点狙いでいったらちょっと大外回りすぎて失敗、タイヤなくなりスピード、それで1吓死宝宝，英法99.6，好，太棒了。接下来 ，Matthew 来自美国的车手，北京漂移车队。みんなが走り終わるのはここで待つしかないね。99.8，超えられたら俺の負けだね。美国风格 ，America style 哟。也是一个转中板就进去的一个换位置直接飞进去，好，高速赛道的热情就在于全都没有几步要弯，这个风格是相当的彪悍，他在美国 Formula D 的成绩也是很高的，曾经拿过冠军，美国 America Formula D Formula Chipster， 对，很年轻，他20几岁而已。Matthew， 对 ，Matthew， 哦，147.5的入弯时速，99.5，哎，这一组打底都99分哦，天哪，哎呀呀，吓死宝宝了，150啊，好，接下来，再多再高，再多，他这个长得帅吗？开车的感觉，飞手的时候很狠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你很最喜欢他开车的感觉啊？为什么？很怎么样？很猛，很猛，对不对？哇，简直不是人的感觉！我懂了，我懂你的佩服了。原来你喜欢那种简直不是人的感觉。对，他是怪兽。他是塞藤怪兽，你说对了，哇，塞多塞多，132.7的入弯时速，97.8米哦。小三不磨线。这个拼命的开，但是成绩并没有很理想，二十一比较低分了。振り出しが手前だった。50.9。どこがさっき96点あ90。接下来96号的。Ready Go。扣一的第二圈，有扣一，刚99.67，看能不能考100分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有扣一能考个100分呢？哇，什么速度！哇，我太钦佩他了，有扣一这个开法相当过瘾啊！哇，真的相当相当的激动啊！他的 S3 进来干净利落，屁股飞了就进来了哦，漂亮！入弯时速143.5，99.6，反正还没有刚刚上一圈的很高哦，上一圈是99.67。好，接下来 Matthew 上一圈是99.51。松本さっき99点なかった。来看一下 Matthew 的表现。あなどれね。Go。好，大怪兽来了 ，Matthew 的大怪兽 ，V8 加机械增压 ，LS3 加速配车主，哇，哇，这个速度，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可怕，哇，修正了一下哦，有点太早被记载了，太早被记载，修正了一下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美国车手怎么样？他的风格你喜欢吗？你也喜欢对不对？你喜欢比较暴力的感觉对不对？哦，やっぱ99点な。2000がいいな。兴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99.44，他上一圈比较好。这三一哦，98.36。あと三人。Ready Go。好，接下来。好吧，打，然后三圈98.77分哦，150.9的入弯时速哦，哇，好可怕！
对，他果然是最快的男人。目前录完时速最快的是他，150.9，18岁，好多的18岁。哦，这不理哦，再不过去不理，没。好，欢迎上场来啊！对呀，来，更没有道理的来了。152.7，这有什么道理呀、啊？怎么能看那么快呢？99.00哦，还比刚刚的分数还高。决赛的最后一步，93号，内海张台，我的妈呀 ！Go！ 好，来，我注意，挑战一下卡奥巴达的152哦。哦，哇，做这个折身钟摆的时候。这个动作相当的漂亮哦，但是这个速度应该会慢下来一点点哦。好，他今天的目标是想拿下单走与追走的双料冠军，是他今天的目标哦。但是应该没办法，你没有表情太好玩了。你觉得有机会吗？他有机会超过日比泽野的99.88吗？不可能，对，98.一分，好，98，九万七，一千零四，八，好，放松，一，以上，来了，来了，我们的排位决赛已经结束了，里面，来了，总共92位选手，里面的今天的观众。好不好？这十位选手就跟你一样，就坐在观众席上面。又有意义，跟我打杯手了，来。很残忍，这个比赛非常的残忍。我最上了。这选手呢？我准备。正在二十三位选手，前八位直接保送晋级。啊，三号。后16位，あのね、単数1位もう決定したんで、追走予選、追走予選っていうのかな、ベスト24、走らなくていいので、ニコニコ動画、ニコ生に、解説で入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、今ね、いろいろやってる。誰ですか？Thank you.
意思戻ります。我们领导的嘉宾黎步志 VIP 室观看我们今天精彩的第四回合比赛，谢谢，有请，有请。好，还有我们的万丽，万丽先生，拜拜，万丽宝宝，拜拜。最终，頑張ります。相手は。好，简单又隆重的开幕仪式结束之后呢，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。